位在七股区三股社区有一间香铺店，已经营业四十多年。虽然时代在改变，手工制香的传统技术已经渐渐消失，但是头家也是真注重香的品质。十五岁我就去学做香，去伊建国路较早建国路也学做香，学差四冬，倒来做兵，做兵了后倒来就讲无头路啊。就讲罔做这個看卖，就这基本我的功夫，我学的功夫就是这啊，所以就开始做这啊。迄阵拄啊好，拄啊经济起飞吼，拄啊迄阵做了拄啊好。只要准备过几届拜拜物件，就会知影一届买一个香、金纸、蜡烛，还有各式用品的方便性是偌尔重要，嘛，让这间香铺成为三股社区袂使无的一间店家。迄阵是拢要参人去学功夫啊，拄仔好遐香店要请，我怎啊去？头仔是做店员，做店员了后，才怎啊学做香。以前我有做，因为也要做纸，也要做香，我怎啊香的部分较少啊，纸的部分较侪，我怎啊就是做纸。香的部分吼，大工安尼。头家嘛讲着，虽然现在较无用手工来去做香，但是有缘来将这项传统技术传承落去。南台新闻台三七九采访报道。